很多人来讲，可能看到黑白的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温驯、很可爱的，所以常常有人就说啊，你会不会去跟它玩啊，跟它斗啊？其实基本上不会。我常常讲的就是，猫熊它是熊科动物，基本上它如果有一些攻击能力还是会很强的，所以在很多的管理上面，我们还要在安全上面还是要会特别的注意。